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电讯处如果在外执行监察任务的话，一般有什么步骤和程序？你是想通过电讯处去查那个俄国人的下落？对，如果电讯处也在查贾伊万洛夫的话，那我们找到他，不就等于找到我们想找的人了吗？如果是秘密任务的话，都会十分保密，外人很难知道细节。参与行动当中的人，在此期间是不能与外界联系的。那就是说，除了冷建平、陆天琪还有参与者之外，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监视链在哪儿的。是的，但这么重要的任务，照理陆天琪应该每天去监视点查看一下。那我要是跟着陆天琪，是不是就能查到监视点在哪儿？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陆天琪可是老特工，想跟踪他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妄想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要想找到贾伊万洛夫的下落，安琪是一条线索。康子清决定从陆天琪那里开始。我想汇钱到这个地址。李先生，你说的那个医术高明的那个医生啊，我帮你找到了，礼拜一就到上海。是吗？太好了，只要那个俄国人能够开口讲话，我就一定能抓到那个女共党。宪兵队的大岛也在抢这个案子，你们要抓紧，要快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看到刚才出去那辆车了吗？能跟多远跟多远，跟得越远钱越多，跟不上了回来找我，我在小街巷等你。好，去吧。小姐，我跟到余下秦路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就回来了。公馆路，怎么了？这是无精打采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。
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都快一个星期了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宝贝儿，我知道你闷，这不是来陪你了吗？走开，少跟我来这套。说，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都去勾搭什么女人了？哪里有？我看那个方小小，她不是总是缠着你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你的眼里是只有女人。矫情了不是？哎呀，说正经的，这几天有什么发现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电话回家，说什么明天会有一个北平来的日本大夫给那个俄国人治病。是吗？大老远从北平请来的，那肯定是专家了。我才不管什么专家不专家呢，我就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。我都多少天没逛街了，哎呦！我的腰，如果真是专家的话，那还真快了。宝贝儿，你又要立功了。切，走开。一旦他醒来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明白。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。抓住那个女共产党员是打开银行保险箱最关键的环节，这个功劳是大大的。我们都是沾您的光。冷先生跟皇军经常合作，非常的好啊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很好，我先告辞了。行。谢先生，共产党那边的事情还是你了解的最多，接下来的这个案子还请你多的话。应该的。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。嗯，放那儿了，没事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现在没有，有的话一定会找你的。可你每天这么忙忙碌碌的，我什么都帮不上，感觉自己跟个废人似的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做了很多了。你是说做饭、洗碗、擦地、擦桌子这些啊？这对于我来说也是最大的帮助。看来在你眼里，我就适合做个后勤部长。喂，你好。我们是星星化了水公司。化了水要吗？不要，谢谢。怎么又要出去啊？嗯。早去早回。这么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事情不能再拖了，李师姐找了一个外科专家给俄国人治伤，明天就到。明天？
来看看有没有回电。还真的有，昨天送过来的，是发给安琪的。那行，那我给陆处长送过去。哦，等一下，这边签个字吧。这儿哈。行，走了啊。康子琴喜不自禁，这份电报是康子琴期待已久的。那天在邮局给安琪家里汇款的时候，康子琴就想到要对方回电，有了这份电报，找到安琪就大有希望了。你对我是真心的吗？天地为证，绝对是真心的，真的不能再争。呸，鬼才相信呢。你对我要是真心的，那你让安琪回来，让我去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是去执行任务了。我知道，秘密任务吗？知道还问我？再说了，这种任务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人往那儿一杵，哪儿都不能去，闷得很。哪有我们在这儿那么自在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哎呀，呸！你倒是说得好听，执行这种任务才能升官，才能获奖。你倒是把这种任务都给他了，你对他才是真心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怎么会这么做呢？那你让我也去，我也要参加，到时候获奖了我也有一份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这个，你答应我才是真的喜欢我。你看，一试就知道不是。行行行，我的小祖宗，有什么事儿我是不能答应的，我一会儿就带你过去啊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见。康部长，这贵族怎么踏我这儿来了？你又取笑我，我没耽误您什么事儿吧？没耽误，我哪敢啊？那个。你现在是李主任跟前的大红人啊，你们家范先生又是李主任女儿的老师，我巴结你还来不及呢。您这么说我可不敢当了，看来陆处长是真挺烦我的，那我就先走吧。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跟你开个玩笑还当众了。我是给您送这个的。说到汇款100元，已经送父亲去医院，并已好转。这么说，他们家老爷子已经没事了？这个100元汇款是怎么回事啊？上一次我们家老范那事儿，不是个误会吗？我一直觉得挺愧疚安琪的。那听说他家有事儿呢，我就想帮个忙。他不是任务在身吗？我呢，怕他忙，我就私自给他家汇了100块钱，让老人呢有病赶紧治，别耽误了。有个什么结果，给我们回个信儿，好让我们放心。陆处长，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犯规了呀？哎呀，不算不算，当然不算。哎呦，康部长。你真有一颗慈悲心。你又取笑我，不过我跟所有人都说，是您吩咐我这么做的。你是这么说的？当然，安琪是您的属下，您体恤属下是应该的，只是因为太忙了，我呢是怕您没时间，就先帮您做了。哎呀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刚才还想着今天给安琪家发个电报，不是这两天太忙了吗？行了，那电报就给您了，您别忘了给安琪看，她要看到了肯定会感激您的。安琪可是个大孝女。对，呀，康国长，你帮我那么大一人情，我该怎么谢谢你呢？说什么谢不谢的？我刚到特工部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还请陆处长多帮帮忙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互相照顾那是应该的。您说的。您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电报给了陆天琪，能做的都做了。
下面的事情就需要碰点运气了。康子钦默默祈祷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件急事儿，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你说。我长话短说，那天在书店碰到那个俄国人，被人刺伤了，现在由李世杰负责保护，应该是在某所医院进行治疗，但是是哪一所我不知道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查，在跟踪陆天琪的这个行踪的这几天，我发现陆天琪从特工部出来之后向东南方向去，所以我断定这个医院就应该在东南方向。那这个区域最好的外科医院只有三家：广济、仁爱、吴世辉。也就是说，他一定会在这其中一处。对。那我们一家家去找。关键是时间来不及了。李世杰从北平请了一个日本大夫，应该是给这个俄国人治病的，所以呢，在此之前一定要找到人，必须要把他干掉。你要我怎么做？你呢，就去广济医院守着，如果看到陆天琪或者他的车，那就说明人在那里。我呢，去红十字会医院守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两处没有的话，他一定会在仁爱医院。我知道了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所以谢谢你。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不过我还是想问，你怎么那么肯定陆天梯今天一定会去那儿？如果他不去怎么办？照常理呢，他每天都应该去监视点检查的。那今天呢，刚好能办一件事儿讨好安琪，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记住了，如果看到陆天琪，千万不要擅自行动，也不要进医院，那只会招来嫌疑。知道了。戴上帽子，再多带一件外套换着穿。化妆是吧？我明白。一定要小心，我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欢迎你吧，李世杰主任和伊藤先生，让我来接你。嗨，请上车。豆子，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呀、啊？这电讯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安琪啊，这几天你一个人在这儿盯着，太辛苦了。我把他叫过来帮帮你，你好休息休息。你觉得他这个德行能帮到我什么呀？安琪姐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呀。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做了，有什么好处你也不能一个人全占了吧。啊、
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明白了，原来是想领功啊。好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做了，他来做。我把这个功劳让给你。哎呀，安琪，你看说什么呀？何必呢？谢谢你了。脸挺大呀，你要是这个态度，那我还偏不让。凭什么我白白干了这么多天，最后让你捡了个大便宜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都不错都不错。哎，那个什么呀，怎么样啊？今天有什么情况吗？不知道。安琪啊，你怎么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？你看看，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。你家里的电报。我父亲病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就前几天的事儿，我怕你担心没告诉你。我给你家里汇了点钱，然后让他们把你父亲送去医院了。这不，刚回电说安然无恙了。你把我家里汇的钱？一点小事儿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怎么样，现在可以谈谈正经事了吧？没什么特别的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一定要把这儿盯紧了。那个日本专家已经到了上海，随时可能来这儿。只要那个俄国人一醒，立刻向我汇报。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，啊！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耳朵都快长茧子了。夫人啊，上次那汉源书店的事儿，麻烦你去宪兵队说一说呗。哎呀，这事儿不好办，那是要求日本人的，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知道知道。你看，这是书店老板的一点心意。多森，你又给我找事儿。你说，这要是让你们主任知道了，又得说。这也是受朋友所托，就麻烦夫人。丹丹呢？啊，在楼上，还没起呢吧？今天应该范先生来教琴呢，怎么没琴声？范先生说家里有事儿，今儿就不来了。没事儿，多管管他，别整天光顾着打麻将。哎，哦，慢点开车啊！站住！你要干什么去？我去找老范。找人家干什么？凭什么他说什么时候来上课就什么时候来上课？到底我是老板还是他是老板？人家说了，人家有事儿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我才不相信呢！我去找他。丹丹，丹丹你！这花怎么卖呀？啊，这红色的康乃馨一文一支。那白玫瑰花呢？那
个是20000一只。其实这个话也挺好的，那就这个。这新鲜吗？哎，对。后天给他做手术，拜托。真不在家。小姐，你们需要吗？我找人，就是以前在你们这里弹钢琴的那个人。你说范先生吗？嗯，他今天没来。没来？那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呀？这个不清楚。哦，好吧。对了，你知道他有什么比较要好的朋友吗？嗯，谢谢。你找谁呀？请问范伟辰在这里吗？范先生。嗯。哎呦，小姑娘马上落火嘛，来，你都进来吧，行行。啊，算了。好你个范伟辰，平时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没想到背地里居然和这种女人来往，真是卑鄙无耻、下流、大流氓！广济医院没有，用十四医院来咨询，那应该是人案。你有可能。行，明天我就去吧。我去吧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一个大男人做这点事情算什么？你现在怀着孩子，后来母亲不方便，我得休息。放心吧，我没问题。丹丹，虚情假意，伪君子，看什么看？说你呢。平生最恨你这种人了，大淫棍！丹丹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无理取闹。你脚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好。丹丹，我们等你吃饭呢。不吃。嗯？又谁惹着你了？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你现在得多大呀，就说这种话呢？从明天开始，让老范不要来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
你这又唱哪出啊？啊，那出去的时候不是高高兴兴的吗？哭着喊着非要找人家去的。我瞎眼了，哼。丹丹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？这就是个疯丫头，不可理喻。累了吧？快躺下歇会儿吧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呀，今天还真是有点累。哎，喝点热水休息会儿。谢谢。你看你现在腿肿的，走路太多了。以前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以后鞋子要穿大一码啊。哎，你跟我说说你以前的事儿呗。以前的事没什么可说的。你这么能干，又会做饭，还会弹钢琴，我相信你太太一定很幸福。我以前除了弹钢琴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，这些都是后来学的。你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想，哎，可想有什么用啊？他们也回不来了。我现在唯独想的就是如何给他们报仇。你要是这样下去，总活在仇恨中，你会更辛苦的。现在每个人活得都很辛苦，你不辛苦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对了，你丈夫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他是个大好人，哼，就是脾气有点不太好。哦，这你们可不太像啊。他吃饭了吗？没有，一个人在屋里生闷气呢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这个范伟成是怎么得罪他了。这个疯丫头，风一阵雨一阵的，别理他。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什么事儿？范伟成的事儿啊，还让他来不来啊？那单单说不让他来，就找个借口不让他来就得了呗。这个范伟臣，一会儿一个安琪，一会儿一个妓女，一会儿呢又把我们家丹丹带到夜总会去。我真的怕有一天他把丹丹带坏了，不来也好。我看范伟臣这个人不像是沾花惹草的。那叫闷骚，比陆天琪那样咋咋呼呼的更坏。一说这个你就来劲。我是说呀，我觉着范伟臣的身上好像有一股怨气。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谁没一肚子怨气？你就说我们，在外人看来我们风光得很，可是我们不也是要受日本人的气吗？跟这个不一样，我觉着好像有一种更深的东西。我说不上来，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些。哎呦，你想的真多，你又开始琢磨起人来了。你说你把你身边的人都琢磨透了，你还有意思吗？有一句话，水自清则无鱼，人自察则无徒，难得糊涂吧。干我们这一行的可不能糊涂，一糊涂脑袋就没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呢？动不动就是死了的活了的，没劲。我今天有课，就不陪你吃早饭了。啊，你自己出门注意，当心点啊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
醒醒，还睡呢？怎么什么记录都没有啊？他没打电话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看你是光顾着睡觉，什么都没记得。那也怪不得你，夜不让人睡觉，谁不困？有本事你来。当初是谁哭着喊着舔着脸要来做的？是我要来的，但是你又安的是什么心？让我晚上值班你睡觉，你这分明是故意在整我。我就是故意在整你，怎么了？不能干就别干。是呀，我不会干，就你能干，你特别能干。好啊，那你就好好学着点儿，怎么干？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找一下刘老师。这里没什么刘老师。这病房里的人可凶了，听说是特工部的人。哦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啊，谁知道啊。好像是看管一个什么外国人，都好几天的。哦，也不知道关的是什么大人。啊，昨天他们日本的还得给他看病，听医生说明天还要做手术，明天就手术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啊哦，我找一下刘老师。刘老师。这里没有姓刘的老师，你到楼下去看看。啊，好。
你看你这事业线，必须有贵人相助。真的吗？嗯，当然了，我就是你贵人。那你看看我的婚姻线。婚姻线这个事儿，你看，你看。哟，又看手相呢？命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那么久啊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